我们香港人一定会坚持到底。 其實我哋覺得香港人最需要嘅就係堅持，因為喺香港喺林鄭月娥嘅統治之下，喺中共嘅權力底下變成一個監獄一樣，去操控住我哋嘅人權、我哋嘅自由，我哋就好似屠肉一樣，我哋不能放棄，只有堅持落去，我哋先至可以有希望可以打破最後一個囚禁住香港人自由嘅即係牢籠。